今天分享一道人人都爱的拍黄瓜。首先把黄瓜用丈母娘家的擀面杖拍扁，再改刀拍成小块，加一勺盐，戴个干净的手套抓拌均匀，杀出里面的水分，辅助木耳粥水捞出，加蒜末、小米辣、洋葱、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花生米。好吃的关键是这个油泼辣子，只需要一点点，香辣爽口，太适合这个季节了。